老板会撒娇是种什么体验？哎，大众下班了，走人。下班需要加班啊？啊，凭什么？加班有没有加班费？我干嘛免费帮你打工啊？嗯，好不好嘛？人家一个人忙不过来了。老板，上两个月的工资都拖到现在了，留个话吧，什么时候能发？哎呀，人家周转不灵嘛，再还我两天嘛。不吃你这一套了，已经，赶紧的，别给我磨磨唧唧。他扔干嘛呀？哎呀，我不是在凶你。人家也想给大家发钱呀，可是我穷啊。哎呀，我理解，你先别哭了。啊，行，差多少吧，我先借给你。谢谢老板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情人节到了，我想早点下班。不准了。嗯？前天晚上我也想早点下班。嗯，不准了。老板，前天晚上我想早点下班出去吃饭。跟谁呀？什么时间和地点？是什么菜？喝酒吗？几点回家？自己一个吗？明天还会准时吗？这个世界谁最好看？你别笑。刚才第一个问题什么来着？算了。有个体贴的老板是种什么体验？岳总，我头有点疼。提前下班吧。岳总，我觉得心情有点不好。放两天。岳总，我隔壁二哥下载了。放三天。我大姨妈来了。放。你不是男的吗？哎呦，老板，我觉得最近工作太累了。年薪三倍。还有，我见你客户打出租车太麻烦了。可怜奥迪。还有，我今晚想和女朋友看电影啊，老板，你有什么好的女朋友介绍吗？出去，出去收拾一下东西，我给你买票。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主管，哎呦，这不是我那穷酸男朋友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也来这高级办公楼工作啦？跟你没关系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这些公司的主管是我男朋友。阿德，什么事？这么吵。出来的穷鬼呀，还好当初甩掉你，不然呢还要继续熬哦。哪里来的臭猪，在我这儿叽叽喳喳。你个三八，居然敢骂我，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？啊，你干嘛要打我？亲爱的，他们两个打我，你快点帮我吃掉他们。岳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女朋友嘴多，是我打有问题吗？既然没问题，一起滚出我的公司。王总，那你进去休息一下，我让老板来面试你啊。嗯，好的。哎，你也是过来面试的吗？哦，对呀、我刚上大学，出来兼职赚点生活费。啊、哦，原来是师妹呀、啊。这样吧，我们交换一个联系方式，然后方便日后的学术交流啊。好啊。哎，老板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哎，这个人是你面试。知道了，你可真会挑食。来，你们继续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你这停车怎么停的啊？都跨到我的车了，你这倒车技术真的是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看我需要赔你多少钱，我赶快转给你。哎呀，也没什么事啦，但是你倒车技术这么差，要不我帮帮你吧。哎呦我的妈。哎，那个老板，我过来面试。哦，好，你先坐一下，我还没忙完。哦，好的。哇，这间公司的老板怎么这么好看，万一我进了这些公司，他会不会用钱来逼迫我就范当他男朋友啊？不行啊，他长得这么好看，要是跟我有了孩子之后，说不定还会买凶封口啊！不行，你这样子做，对得起我们的孩子吗？是不是想让他没有妈妈？渣女，滚！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我说老板，你跟着我干嘛？我要回家呢。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那不然我跟你回家好了。哎呦，跟我回什么家啊？孤男寡女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自己快自己打车走吧。哎呦。哎呀，真的是这个老板。嗯、师傅，去你家怎么走？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感觉你已经正式评为实习生了，月薪3000。哎，老板，我可以当你司机，每天接你回家。我们是上市公司，多少人不要钱都想进来公司实习，最多5000。我可以每天下班陪你吃饭看电影。哎，世界500强啊，月薪8000。不会再有第二家了。我健单身30年，还可以当你的健身教练。这样吧，20000，你也不用来公司上班了，直接住我家隔壁。
黄总，这份文件如果没啥问题就签个名呗。哎，不急，今天晚上陪我喝两杯啊。黄总，请你自重啊。什么态度啊你这是？怎么了黄总，消消气嘛。哎，岳总，知道我这单子值200万吗？你这个员工也太不懂事了，陪我喝两杯酒又不会掉两斤肉。新来的呢的确不懂事，一般这种情况下呢打他脸就可以，我看上的人多少钱我都给得起。不可理喻。没事吧？嗯，晚上一起出去喝一杯压压惊。上面是不是又在玩游戏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我可要暂停。还可以暂停，这么神奇，再按一下。暂停。那按 Q 会是什么技能呢？ Q 上班累了吧，给你涨两倍工资啊。这么神奇。那 W 呢？再配辆车吧。一呢？哇，你还能让老板叫我啊。那不知道放大会怎么样呢？嗯，老板怎么了？这文件给我处理一下。嗯，哎呀，拜托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好吗？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三辆奔驰五间公司都愿意跟他分享，他穿人字拖用的车那我小路乱撞，你行吗？还有啊，我今天晚上约了他去我家吃饭。嗯，现在哦。